卫捷保警粉圆涨5元，因为一例一休人力成本上升。一例一休上路，大幅提高劳工休息日上班的加班费给付，许多行业纷纷涨价或是减少服务时间，民众生活全面受到冲击。工商界说，一例一休上路冲击更甚油电双涨，餐饮业包括胡须章和八方云集都调整旗下部分餐点售价。宜安卫捷包心粉圆也在官网和店铺公告，元旦起全面调涨5元。业者声称，包含各项成本调整幅度高于承载能力，像是一休新职上路，人力成本增加1成，所以必须调整价格。生活中心台北报道。